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珍嫂。前几天呢，看电视哈，那个必胜客有在推出那个威士忌干贝牛肉，我们今天就来试做看看。因为今天天气不好，所以没有外出，就在家里。我们来试做看看如何做出威士忌干贝披萨。我们今天先来做那个饼皮。下午的话再来烤烤看。我先加面粉，面粉加下去之后，加适当的盐巴，加一些砂糖、酵母，加水下去。也很久没做披萨了，我们今天天气不好，在家里烤披萨，来试做看看，看是不是可以跟那个必胜客一样，威士忌牛肉干贝披萨。这个面粉哈，大概一包是一斤呐、啊。如果哈朋友们如果有空的话，在家也可以自己搞搞看。面团做好了，在这里让它发酵，待会呢我们再用个保鲜膜把它盖起来。最后一颗面团，最后一颗面团完成，总共做了6颗。我们待会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之后，让它发酵5-6个小时。我们再来试做看看披萨。现在等面皮发酵好了，我们再来试试看吧。我们今天要来做披萨了，今天要来做我们的这个威士忌干贝牛肉披萨，还有待会要做鲍鱼披萨，还有鸡脯披萨。
现在还在，好吧，先把窑热一下，也差不多可以开始制作披萨。来看一下窑的那个升温哈，温度表跟它拍一下。好，那慢慢的门盖上，啊，温度就开始拉高了。通常哈，在大概300到400度这边来烤哈，最快，然后饼皮也比较好脆，好看个人喜好啦。它升温还蛮快的，好，现在飙到150了。好，就是先让它热卤一下，好，把里面整个温度拉上来，好，窑体啊再保温。这样做出来的口感啊会差很多。好了，手太烫就先不要拍哈，那太热。再等着看啊，等着看今天的极品的披萨。小弟弟，你困起来啊？来拍一下那个窑的温度。现在大概快400度了。大概这个温度哈，最好烤啊，先让它保持一下。上面关门哈，让它整个窑体保温哈。刚才烤的差不多了，好了，弄好了，温度差不多了，等等，披萨上去烤炉了。好，先让它烤一下。
这样差不多了，上面再让它 上色一下，干贝不要烤得太老，牛肉也不要烤得太老。朋友还没到，肚子实在太饿了，先用生吃几个干贝，那就先来一颗鸡脖。鸡脖没有生吃啦。鸡脖不能生吃啦，那就生吃几个干贝，三个王上面。好吃。甜。这个快来换你了，意犹未尽啊！待会还有两包干贝啊，这一包。退兵了，大家忍不住要直接把它干掉了，我加票给你。好，不要，那不能生吃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。来，小朋友，好好吃一吃，待会还有。鲍鱼披萨，会有点海鲜，加点蘑菇。鲍鱼披萨，鲍鱼披萨，好了。
佛去查。不要飞碟了啊！